是说你们能够、啊、你们到什么样的程度的蟑螂会不能接受？只要是蟑螂我就不能接受，超大只的那种，主要是会飞的，会飞的那种。应该说是蟑螂的残骸我都不能接受。只要它叫蟑螂我就不能接受，就算是残骸还是活着的都。对呀，对呀，对，不是，主要是它会飞起来，往你附近那边飞的话会吓到，可是还是要想办法处理掉它。很可怕哎、欸。我们可以是个不该存在在这个世上的生物，所以我们第一次类似像这种闲聊，完全能够认同。我们这种类似闲聊的第一 part 就是要围绕蟑螂开始啊，可以，可以啊，很棒，这没有一点都不棒，这很杂谈。我们班上有个男生，他真的对外宣称就是我不怕蟑螂，我什么蟑螂都不怕。然后有一次在班上真的看到一只蟑螂，然后本来要往前哦，他想说他要去抓他，结果那只蟑螂一飞起来，哇，叫的比女生还要大声，他的声音根本就是比全班其他人的声音都还要大，你知道吗？难以想象的高频率。现在听到警车的声音，都以为是 GTA 发出来了。GTA 中毒。哦，讲一下，你讲警车，你讲警车。我今天下班的时候，那个我看到我那一条街，我家附近那条街就已经是有一台警车跟救护车，感觉就是发生车祸。终于发生车祸的地点越来越接近我家了，越来越靠近。下次会不会？你是想说之后就换你了吗？我可不知道，反正我印象就是。从以前上学，然后到现在上班，那个发生车祸的频率是越来越高，然后发生的地点越来越接近我家，啊，好可怕、哦！我车关才刚过，才刚雷惨完，不要这个样子，小心下一个。红豆一定是平常业障累积太多，没有，我是太累，因为我连续两天都早上六点出门，然后晚上没怎么睡。离家越来越近，就是离家越来越近、啊、就代表说发生的范围越来越接近我家而已啊。因为现在怎么讲，就是那种我家并不是就是一出门就是马路，而是那种出门是那种像那种小巷，就是那种小巷子那种的。你伫巷仔内就对啊，对啊，就是像巷内那种。我绑架了风破的萤火虫，我该怎么把它放下来、？FF 啊，最终幻想一下就好了。哦，好，幻想一下，没问题。Final Fantasy， 小孩子，你可以上来吗？你那边很挤。我放下之后，他就直接原地消失了。啊？我看到了。你那边。有问说那个外宾你有开台吗？有啊，我在开台、啊。你是开你的 YT 外宾台 YT 你在 YT 开你的 YT 台，对。哦，对 YT 的 YT 台，对 YB 的 YT 台 ，YT 的 YB 台。他应该没有很久吧？他俩应该20分钟应该就装好。我说快一点，可能大概10分钟出头就中了。主要是那个需要一点时间去让他跑啊，他跑安装，然后跑就其他东西这样。哦，帕利亚做最久的事情应该是在想我的密码，他还要包含一个特殊符号。哦，你知道现在密码真的是很麻烦的事情吗？就是写密码这种事情。啊，还好吧，可以理解为什么他要这样设计啊。可是英文的大小写，然后再加上符号，然后再加上数字，符号，然后还要数字，然后有一些网站还要先英文再数字，再英文再数字，有很麻烦吗？我觉得还好啊。当你的那个
当你网站那个网站信箱，然后公司的一些拉拉杂的东西，程式什么，对，有二十个以上的时候，你什么都想不起来。现在这个 beta， 我知道他现在是 beta 测试的，他现在完全不像是个线上游戏，就只是看到你的旁边会有其他玩家在跑来跑去而已。没有波动的要素，他没有什么组队打怪系统啊，还是组队他没有怪可以打。那组队那组队到底有何意义？就只是看到你在那边跑来跑去，然后 NPC 都是自己跟自己。有啊，你可以邀请对方到你家来看看你的房子盖怎么样、啊。跟我们室友会。对啊。嗯。I was late. 镜子应该没有看上周我剪的镜头，所以他应该还没有意识到发生什么事情。嗯。此时镜子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啊，没有严。等到他看完精华就会意识到了。很严重、哦，是嘛？大不了就从那个嘛，大不了就从禁止饮食改成亲近农场嘛。一定要禁这个元素就对了。没错，因为这个叫禁私语，是由我创立的，所以起头其实是我，乱源其实是我。当时我在那边，就是这个人啊。当时是我这边随便乱讲话，然后之后大家就开始开始起飞，大家开始尽情发挥了，尽情发挥。可是论禁私语的词汇量，终究是我才是大师。我们可以一个礼拜改一个，改太多了吧？尽力而为，哇，我们尽力而为，我们尽量好不好？尽量。啊！怎么了？我刚去厕所。没有，我去厕所。我完没闪过了，你完没闪过。禁私语。什么东西啦？你完没闪过。造谣方啊！快点严正过来，是不是？我们什么都不要讲，我们什么都不要讲。禁止，请去看上个礼拜那个上礼拜的麦克精华。这样子吗？怎么样？你们也想当护法是不是？我就跟红豆说。红豆，我们尽力而为。我是不用到护法，因为我好像本来就是骑士帮主。你是帮主，我莫名其妙就是骑士者。泛滥中啊，太可怕了。所以在座的各位都是近景人。哎、欸，我要怎么让那个肥鸟那只喷火龙喷火、啊？跟他说使用，跟他说喷射火焰，海烟好响。毁灭的喷射白光。欸，我怎么分割那个矿那个？我觉得物品的数量啊。嗯 ，shift。哦，好，我们的那个克苏企鹅的泳池上面太多怪了，是要用烤的方式通通烤一烤。什么克苏企鹅？你要克苏什么企鹅？克苏鲁企鹅。克苏鲁泳池。哦，克苏鲁企鹅，现在克苏企鹅，然后为什么企鹅？为什么要克苏企鹅？马克苏。企鹅做什么？那个火是个非常好清那个。鸡在泳池上面的那种小怪的方式，变憨，通通烤一烤，通通拿去做鸡，卖掉，把你阿妈卖掉，卖掉，把你阿妈卖掉，柏林断线了，被卖掉了，被卖掉了，我要去告密。不过说在话，夏季这么长，可是儿童节那个东西却只持续一个月而已。你知道，这是夏季的那个时装超多，儿童节认识一个都没有弄出来。儿童节太短了，儿童节太短了，真的，给没多久，然后就硬币也收集不到几个。它也不像现在夏季这个东西是直接就是打了有机就直接掉给你看。比较像是那个以前那种买多少元，然后就直接送你一个 Hello Kitty 的那个磁铁，还是那个胸章，然后四十九一个，然后那个儿童节那个东西就是几点送，以前那个集那个什么磁铁跟胸章的时候，那个是真的有在尝试把它集齐。我记得以前小时候我还有看过史努比的卡套，有，我现在家里还有。哎、欸，那个东西理论上应该是蛮好用的。我说实在，我蛮喜欢那个时候它的一些一大堆正常的设计。以前的那个像那个 Hello Kitty 的那个胸章，我家是真的有集齐，好像是隐藏馆没有集齐，可是原本的就集齐来，顺便弄那个春联，把那个什么吸盘小乐色充脸，然后就直接全部放上面。吸盘真的是小乐色，
哦，你说哦，你说的是那个漫威的那个吗？蔬果那个。啊，蔬果哦，有，里面唯一一个漫威，也里面它里面那个吸盘的那个蔬果里面有唯一一个不是的，就是那个那个什么福利熊。哦，我记得有一次，然后我阿姨去全联买完菜，然后她就把那些吸盘通交给我，然后 就把吸盘那些吸盘通给我带回家，然后我就全部把它拆开，然后在我家那个抽油烟机上面吸一排，然后我妈回来看，她就跟我说：“你在干嘛？”啊，吸吸盘啊！然后我一走开，看到上面一排的吸盘，满满一大排的蔬果，而且我很有条理哦，就是一长得一样的放在一起。我不是乱插，我是很有条理。重点是那个吸盘的吸力一开始的确是还可以，后面就真的不行了。对，所以后面全部都被丢掉了。后面真的是有个垃圾的，就是觉得啊，这个东西竟然还，这真的是，这就是你送了，可能都还不太要那种。然后像还有个哆啦 A 梦的那个磁铁，然后那个磁铁还贴在我家那个铁门上，就是一堆的。印象的磁铁就是 Kitty 磁铁、哆啦 A 梦磁铁，还有史努比卡套没了。后没有，还有一个是那个什么迪士尼的那个，像是那种纯金小公仔的。我好像有、欸，有，可是那个东西基本上应该没什么印象了，就是那个东西也很难收，不好收啦那个东西。我记得我小时候拿那个东西当陷阱而已，就摆在地上，然后看我爸什么时候踩到它。Really?